弱病残。病，伟哲跟宗莹都病了。我觉得这我是十个班长中最头疼的那个。哟，回来了，还知道要回来啊？终于回来了你。终于回来的，对我们的班级是一个能量的补充吧。一路上很艰辛，然后现在终于团圆了。那我觉得八个人只要聚在一起的话，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。现在完全没有问题了，只是我觉得只有这个问题。林宇这个明显一点，再明显一点。好，其实林宇他是就是个零基础的人嘛，他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表现，我觉得都是特别努力、特别积极的。换个人上一跳，林宇去跳，换个人，再换个人。因为大家都有舞蹈的底子，我完全没有这个基础的话，一开始跟真的是很吃力。我原本也觉得说大家会不会就是嫌弃我，觉得是我在拖垮大家的进度，但其实大家都不会很在意这个，他们更在意的是把我教会这件事。动动动动动。我相信在公演那天，他一定能成功的，他一定能成为我们的骄傲。加油，李欣，你可以的。我拥抱一下。我希望就是能提升我的舞蹈，然后不拖大家的后腿。闪电悠悠班，走！